啊，准备好了可以鸣一下笛啊，然后真正出发之前鸣笛三下，然后机位要捕捉一下。好吧，来。来，我那我喊来准备，我们倒计时3秒的时间之后，你俩就可以准备发射。来，准备啊，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出发。哦，哦对，可以看那个黑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挠胎动作。对，反正从我后边的视角看，基本上是齐头并进。OK， 大家可以给刚才听到了第一轮的测试成绩小，来，那交给小姐姐喊一个最终的3、2、1，你来喊一个，按住这个大，啊，准备3、2、1，开始。这次明显这个小米苏七这边反应更快一点。啊，对，好像是更快一些。对，但是可以看到，其实还是刚才那种感觉，就是针对两台车的加速动作，明显小米苏七有台车模式非常快。嗯。小米是3.17秒。3.49。嗯，哎，快。对，那最后一次机会交给我们。好，驾驶员应该是准备好了，车窗大家可以升一下。哎，暂停车道啊。然后大家挂好前进档，我准备喊了啊！3、2、1，走。嗯，这次起步两个人可以说非常积极。对对对。怎么样？大家看着爽不爽？视觉震撼有没有？3.9秒，3.9秒。好，3.49秒。